当部队机动舞台 ，Go！ 即届国历四月七十，甲着高雄大江波高士强联合举办2021年大江波文化节联欢晚会节目录影。啊，各位大家大家好吼、哦，我是高雄市大江波高士强董事长蔡水斌。新九年国历四月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二，分钟要过来举行，共同吼、哦、来陪妈祖爷公。徒步到树顶台南大庙乡吼来回乡啦吼，咱举办妈祖文化节，举办文化节的目的就是要引水思源，弘扬孝道。咱妈祖是孝女，以孝道予大家信众做虔诚的信仰。全台湾地区有一半以上的人口拢是拜妈祖。对台北刷了那家高雄屏东可见妈祖是咱住在台湾的人对妈祖虔诚的信仰，扶持咱大家健康平安，事业顺遂，子孙旺盛。啊，本乡在这个回乡前一礼拜吼，四月七十暗时吼，啊特别邀请新的电视台制作团队啊来到庙埕头前啊吼，共同。举办这联南晚会，现场还有公益摸彩活动，只要五张发票，就当兑换摸彩奖一张。所募集到的发票，将捐所捐予社团法人高雄市唐氏症欢喜协会。现场还有邀请信杰主持群以及美玲的带来精彩的歌唱表演。邀请大家来庙埕到老爷。